几位长辈站在场中央，唱的是八仔族的歌谣。这是苗栗县三义乡八仔族协会举办的八仔族过新年民族文化祭活动。每年农历11月15号就会举办八仔族过新年，南投乌牛兰社八仔族人也都共襄盛举。十几年开始，我们在互振我们的文化。然后，当我们知道我们还有很多我们基本的文化的时候，我们就尽全力的来参与。在10年前，他就都邀请我们来了，所以我们差不多每一年都来啊，都组一个团啊，就在爱兰那边一个空旷的那个地方，在那边练习这些舞。过新年有一个活动就是走标，也就是现在的马拉松。苗栗县八仔族群协会前理事长表示，这是英雄与光荣的表征，主要是锻炼强壮的体魄、坚韧的体力、耐力以及团队的精神，以防御外患，捍卫族人生命与安全。这个主要以前我们祖先办理这个活动，主要是要锻炼青年人的这个体力，哦，可以防身御敌的体力呢。这就是走标的目的，利用这个过新年的活动来办理文化传承的工作。八仔族每年农历11月15号过新年，他们不是围炉放鞭炮，而是举办走标、牵田、铜锣舞等仪式欢庆，凝聚族人的向心力。记者梁雪算拉鲁苗栗三义采访报道。